尽管周末又要迎接一波冷气团，但离春天的脚步不远了。每年春天接力樱花季，绝美又可爱的粉红花海，在花莲市区的美仑山上就可以看见。花莲县府农业处提醒，洋红枫林木的花期有限，想朝圣这波粉红风潮的民众务必把握时间。228这天才回暖两天，周末又将迎接一波冷气团报道。不过距离春天的脚步不远，花季也即将绽放。海拔108公尺的美仑山公园是花莲市的最高地标，即将承让全台掀起粉红风潮的洋红枫林木就隐藏其中，有的舞者穿着粉嫩花球舞裙，花瓣也随风摇曳吹落草地。花莲县府农业处表示，美仑山公园每年投入近千万元于日常维管和设施设备完善，提供民众安全舒适的生活空间。最高处东眺太平洋，西边则有美仑溪，搭配完善步道设施及导览解说系统，具备丰富生物多样性，是花莲人运动休闲观景的后花园。农业处提醒，洋红枫林木的花期有限，花瓣已随风吹落草地，呈现出岁月静好的美感，浪漫氛围宛如电影画面。邀请想朝圣这波粉红风潮的民众，尽快把握花期，到美仑山赏花踏青。记者蒋邦彦，华联社报道。